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蔡昌俊老师，因为他还在该尊比小朋友哈，因为小朋友下来他要帮小朋友，因为我们的小朋友都还很小哈，因为很多都是中年级的小朋友，好，那小朋友下来之后，他们还帮他一个一个帮他把乐器收好，所以我们等他来收下。来，请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指导老师蔡昌俊老师。请掌声鼓励啊！我们蔡老师，他的义务指导我们这些小朋友，利用他的休息时间，啊，非常谢谢他。